哎呀，屌佢老母臭花蟹呀，呢镬结啦！又话拉搞咗个斗咸家令大陆湖南姓马嘅贼仔嘅，点捻解家阵老子又会俾人喺巴士车树界捻烂条裤，他交埋个银包冇捻晒啲银纸，依家点开饭呀？也罢悭松地挖地鞋石爷收罩烧豆人，是地鸡松冒硬指甲，拜如你蟹声简树卡千再也还银子过挖地晒啦。哑巴喊兄弟，我哋可以入新界元朗大旗嶺村门牌745号果间雨花斋，24送一汤嘅免费斋菜噶。阿伯喊细佬，呢间雨花斋是向匪区浙江省杭州市广安禅寺的佛教和尚文传法师创办的。话说呢斗烂摊有日文见棺材香，知道家基就快要见天主，就力晒家基收埋在床下底过五盆水，对他的徒弟话：屌那妈，老子细细个果子挂住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果子中国是礼仪之邦，讲究礼仪廉耻，后来不平共匪私居大陆，呢六十几年打到礼崩乐坏，道德沦亡。屌你老你啊，真系羞耻做之那人，你哋罗我呢五盆水去搞间免费斋菜食堂，吸引班烂摊嚟食，乘机睇地教化下民众，希望有朝一日回复我哋老祖宗嘅大中华文化啦。除了香港小学停课的日子，每日中午12点至晏昼1点这一个钟头内，只要我们去到新界元朗大旗嶺村门牌745号果间雨花斋，听他们讲一阵传统中国道德伦理，例如叫你要尊重生命，不能做得杀生，关怀长者感，然后跟他念一篇感恩词。请各位家人端身正坐，感恩天地滋养万物，感恩祖先慈悲智慧，感恩国家培养护佑，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老师辛勤教导，感恩同人关心帮助，感恩农夫辛勤劳作，感恩素食滋养我身，感恩大众信任支持，感恩所有付出的人。就俾隻鸡公碗你，招呼你廿四送一汤嘅免费斋菜。不过互助得打包照，二等要奶些烂奸缠嚟碗底，有负责助师傅死嘅惯死，被奶烂奸缠啲送则饮埋佢，奸奸贱贱俾返啲碗费格佢，有屎状有义工拉奶飞埋啲跳化㗎。